这个就是你说的你打游戏认识的男朋友？没错。你好，我叫唐信，是月千林青梅竹马的哥哥。顾寻，月千灵的男朋友。都走远了还装什么呀？我不走快点，我怕你那个哥哥追出来揍我。你这绿茶大法又进京了。惩罚是给喜欢的人打电话说你喜欢。我有。谁呀？我现在就给他打电话。